那如果你是一个从早忙到晚，或是在外面四处奔波辛苦的上班族，那你回到家中，第一个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？哦，难道是面对冰冷的空间，还是面对着荧幕，还是要有一套好的音响的？但或许我这样讲，你会觉得对音响这一块又太过于自入了一点。但是我要分享的是说，其实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不可或缺的就是音乐，因为音乐它本身就是我们生活上的好朋友。你可以从你喜欢的音乐当中去寻找一些生活上的慰藉，并从音乐中带给你一些生活的启发或者是感动。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话，回到家中，那在你的小小的客厅当中，那我会建议我们的 NAD 368的串流扩拉机，因为它能够在我们这样一个空间里面，把音乐的乐趣带给你生活上的一些感动，然后透过你手机的 APP 平台去点选你自己喜欢的音乐，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你的生活更精彩，而且消除一天的疲劳，可以满足我们刚出社会辛勤工作的小资族。